学早晨，今次我哋挑选咗《走出困境》呢本书，里面收集咗60篇心灵小故事，启迪我哋点样走出事业困境、健康困境、感情困境、人脑纷争同埋恶性竞争困境。呢本书亦都激励我哋，就算遇到逆境困境，都唔需要退缩，因为佢哋本来就系生命正常嘅一部分。咁有冇啲例子啊？就用海伦·海勒嘅例子嚟说明啦。她是一位傷殘人士，但是因為她堅毅不屈的精神而成為了一位殘疾人士的模範，亦令她入選了美國《時代周刊》人類十大偶像之一，被授予總統自由獎章。是啊，我也有一個例子，就是周潤發的第一份工作。你一定想不到影帝周潤發的第一份工作竟然是一個酒店門童。这一份工既不顺利，又成日被人欺压，但他都笑面迎人。最后他凭着坚毅不屈的意志，成为了一位众所周知的明星了。我记得我小个的时候出来帮妈妈赚钱的。那时候我做过两年的暑期工，多数在电子厂做，那时候日薪是8蚊。哦，原来周润发有这段惨痛经历的。其实每一个人都尝试过痛苦的滋味，人生在世，时时刻刻都过得快快乐乐、顺顺利利、称心如意的总是不多。不少人因为亲人离世而情绪低落，有人可能因为失恋或者婚姻失败而陷入感情困境而不能自拔。你讲得啱，但是事实上我哋每一个人都唔可能生存喺一个完美嘅世界，时有天灾，例如地震、海啸、传染病等，又或者人祸，例如战争、暴行等，屡屡将无数受害者驱入苦难同埋困境之中。系啊，虽然逆境屡见不鲜，但唔系每个人都可以坚强咁克服同面对。我哋喺学校入面可以学到佢好多知识，包括谋生所需的专业知识，但乜嘢系生命教育呢？呢个问题问得好。近年开始有人提倡生命教育，教同学点样做一个快乐自在嘅人，去面对困难。呢个坦然系一个可喜嘅现象。总结嚟讲，呢本书可以鼓励我哋积极面对人生，向漫长嘅人生路进发，带领我哋走出困境。如果你哋都遇到呢类嘅困难，不妨参考下呢本书，或者有新嘅体会呢。人生嘅苦乐系由我哋抉择嘅。如果我哋盲目让心中嘅烦恼操纵生命，生命会变得充满痛苦同埋无奈。多谢。